Sir 加埋一齊係咁歌精舞勁嘅。我哋咁行啊，介紹得。都係咁咯。誒，總之如果唔係佢哋咁厲害，點會有咁多支持者啦？係咪先啊？乜你咁行啊？算啦，咁上下。其實咧，不過咁短咧，大家都唔夠喉㗎。咁啊，即刻整多隻大家嘆啦！就係關淑怡今個禮拜勁歌推介。叫咩名啊？迷面就是江欣燕讲的嘢，同埋梁明忠讲嘢，迷底就是真假情话。首歌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。在你遗忘的时候，我依然还记得。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柔情是瑰宝，化解冰心消冷傲，却怕某天
天清早，又再走各有各远路，问怎可以靠那追忆终老。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手注定的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。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，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。既然曾经爱过，又何必真正拥有你，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。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。 哎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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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送埋花聲，送埋花聲，好靚好靚，收埋啲花聲。哎，你想講咩？冇啊，我話 encore 啊，就真係想叫佢可唔可以再唱多幾隻啦。等阿爸教你做人嘅道理啊，而家夠鐘啦嘛。夠鐘就唔可以再唱啦。唔可以再唱啊，睇新聞啦。真係佢哋唱得好好啊，忍唔住啊。唔緊要，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咧，一樣會有我哋呢個節目嘅。係。熱力唱爆十一點。咁下個禮拜一樣會有好多靚人、靚歌、靚景、勁歌、冧歌、情歌唱俾大家聽，做俾大家睇嘅。係啦，咁再想聽好歌嘅朋友咧，就留意下個禮拜三咯喎。是啊，下个礼拜三点钟啊，点钟啊，十一点先是10:31，唔该嘅灵通啲地先啫嘛，今日咁精彩，多谢你哋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再一次多谢今日嚟到嘅朋友，包括咗草蜢、蔡一智、蔡一杰、苏志威同埋袁凤英同埋关淑仪嘅。咁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，今晚咁先，再见，多谢，拜拜，拜拜。